我在格列斯库家吃过饭了，那儿的人不多，女的都是正派的太太。阿拉佩拉呢？据说就要回来了。巴尔切斯库呢？在国外，他的病更重了。谢谢。是啊，一个人有了污点，躯体也难以散发香气，更不用说腐烂了，蛆虫咬噬。神父，请您继续讲下去，您说的太精辟啊。你父亲怎么样？一直病着，活不多久了，住在领地的庄园里。你还在赌钱吗？我总是输，死神吞没了一切，那我们也就爱莫能助了。大多数人还是死于疾病吧。我不信人都是为财而死，你说呢？我也不信。这就对了。知道放哪儿吗？知道。巴伦奇亚上尉，你真的想试试吗？我看到愤怒、孤独和沉默，这使我悲痛，但我没有放弃理想和信念。凯尼尔说过，萎靡不振导致死亡，所以我们必须革命。你怎么想？没说的，我是施特洛的儿子，我父亲一定保守着什么秘密，要把他带到坟墓里去。真的吗？今天晚上我们募捐的这点珠宝仅仅是一小部分，可是越狱出来的兄弟们却认为时机已到，能用它买到大量武器。别往下说了，这里很危险。司令官维拉拉阁下到。我说过，维拉拉这家伙到处都要闻味。我躲了，不见他。送走维拉拉，你等我。真羡慕你能躲开。你不请我自己来，因为我喜欢你。玫瑰汁还是希腊甜酒，随便吧，什么都可以。哎，看他来了，狐狸和猎狗一起出动了。他还蛮漂亮呢。啊，他是汉人精，他都枯萎了。听说帕纳要给他盖剧院呢。啊，他到哪儿都那么神气。瞧，他打扮的多入时啊，他穿的内衣和袜子都是真丝的。他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害得多少男人为他倾家荡产呢。哪儿有他，哪儿就不是正经的地方。玩得好吗？很好。我希望你给我带来好运气，我最近打牌的手气很快。看你啊，杀妾了吗？是的，看见了。维尼妾好吗？拿酒来。别提多热闹了，维尼妾早就爱上了别人，可阿莎妾缠住不放，她是雌雄两性癖。老王顾们听见不会让我在客厅里接待你。
我才不在乎呢。在英国男女平等，在法国就更随便，他们管得着吗？兄弟们，伟大的时刻到了，我们继承和募捐来的财宝已经够我们买武器了，我们的兄长越狱成功都藏在各地的修道院里，流亡的弟兄们也回来了，我们等巴尔切斯库的信号，人民站在我们一边，目前广大民众群情激愤，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组织他们好好干一场。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上级指示，等给我们武器，在这之前要求严守秘密，注意陌生人。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领武器？到时候就会知道了，现在需要我们控制爱国热情，注意保护自己的力量。有多少人？人数不少，目前温和派的行会、教师、农民和革命党人亟待点燃革命火焰。我在包厢里看戏，你演得惟妙惟肖，我一见你马上就唤起我当时看你演戏的情感。可惜有些观众麻木不仁，尤其那些花花公子，他们又说又笑又喊又闹。别大惊小怪，很多人去剧院就是为了应酬，不是看演员啊。我有的时候常到郊区青年人创办的罗马尼亚剧院去，那儿肃静极了，散场前那些演员还朗诵拉马丁宣言，妙极了。怎么你参加他们的活动？是的，我叔叔是异教徒，我常去他那儿听他讲新的教义。那太好了。晚上好，你们都聚在这儿，到这儿来的人都是吃喝玩乐，唯有你与众不同。我跟大家一样花天酒地，威尼斯好玩吗？令人陶醉。对不起，我要跳舞去了。我去吃饭，不能辜负主人的盛意。好啊，他们都去吃晚饭，我们可要玩个痛快，当然是去跳舞。阿卡塔，对花子有兴趣吗？我愿意奉陪。实在对不起，阿卡塔。我有点事情。坠入了情网，眼睛就像蒙上了一层雾。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尉，找个僻静地方干掉维拉拉，他十分毒辣，不仅杀害了我们牢里的弟兄伊瓦什库·杜尔拉盖，还毁掉了弟兄们千辛万苦运来的武器。银行家席比武要见信使。谁是信使？他没名字，大家叫他黄玫瑰。他要带上兔子耳给施托罗撕开的半张信去接头，你要亲自去罗威士泰阿村锯木厂等他，明白了吗？明白，就是说命令我们把财宝交给这个黄玫瑰带走，其余部分由兄弟会负责保管。问题是怎么把财宝运出去？很多吗？是，听说不少，要守口如瓶，不让外人介入。那个银行家也担着极大风险。啊，连我想些什么你都知道。我是爱和美的女神嘛。我要尝不到你的滋味儿，就不算好汉。芳香的野花已属于别人。人人都有风流韵事，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只要你不嫌我老。我正想到剧院去欣赏你的艺术。嗯哼，你太可爱了。星期六演哈姆雷特，亲王答应来看戏，可他陪奥地利领事去打猎了，由司令官代替他。别说了，
你拿这些高贵人物当那些求婚者吗？为什么不能呢？他们不仅有权还有钱。信号。先生们，为感谢你们今天的盛情款待，请允许我把这个珍贵的小宝石放进这位老人的托盘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为增加你们的捐款数字尽微薄之力。我奉劝各位不要把这些珠宝用于对你们生命和自由有危险的事业上去，亲王从来赏罚严明，对乖孩子就赏赐糖果，如此而已。你至少告诉我你把那些宝石藏在哪儿了？由于你的专横使我彻底破了产，你可以任意处理我的一切。你起过誓你失去了控制能力，就告诉我财宝放在什么地方。你就要离开人世了，你就那么狠毒，眼看这一笔财富就让它没了，就让它埋葬在地下吧。啊，你这样做死了也要受到诅咒，上帝不允许你这样。上帝有那么大的能力，你还把着，难道这些钱和珠宝就不留给后人做些好事吗？方库，这笔钱是秃道尔的，你怎么知道不留给后人？这笔钱必须给忠诚的人。有人要找他，财宝跟你一起埋进坟墓。摩洛尤为什么还不来？老爷，我在这儿。你把这封信交给我儿子，马上去。知道他在哪儿吗？当然。剩下我们了，你知道我想什么？你一向忠实于我，你尽最大努力帮助我活着。是啊，我反复思考，最好还是告诉你我藏宝的地方。
是生存下来还是毁灭，就是这个问题。是在心里忍受着那无情的命运的打击呢，还是面对着海洋般的无边苦难，拿起武器来把他们消灭？谁能告诉我，这两种行为哪种更可贵？死了还是睡着了，一切从此结束。先生，您喝点什么？一杯茴香酒。鲜花红似雨，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你怎么了，美丽的姑娘？上帝保佑，都说猫头鹰是面包师的女儿啊，我们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不知道将来是什么。上帝与你同席，愿上帝永远陪伴着你。我的马车，晚安夫人们，晚安小姐们，我现在谢谢你们很好的劝告，晚安了，晚安。长官，请你回去。请你给马拿点甘草来，这是咖啡馆，不是小客栈。这个怎么样？不，你现在这休息一下，我到小客栈去拿马草。先来杯茴香酒。车赶过来，注意保护大人的安全。以革命的名义处你死刑。
谁呀？我是莫洛佑，施托洛家里的人。什么急事？这么晚还来？就你一个人吗？还有少爷的朋友，一个受伤的，快点让我们进去吧。老爷也不管他儿子，最后一点东西都让法庭拿去抵债了。少爷从早到晚就知道赌钱，这么多年从来也没听说他赢过。哎，这会儿像发了疯似的在楼上折腾啊。谁呀？我是莫洛勇，老爷派我送信来了。啊，进来吧。不光我一个人，还有别人呢。多少都一样，进来。什么事？老爷觉着不好，不能动弹了，范库在照看他。我厌恶范库那双眼睛。上尉怎么了？是不是革命爆发了？正是这样，我们必须带上财宝，十天之内赶到洛维斯泰尔，估计你父亲掌握一些情况啊，不然他不会来找我。有些药品放在隔壁的箱子里，你去把它拿来，看看能为上尉做些什么。有人跟着你们吗？没有，我们打死了他们四个人，一只狡猾的狗打伤了上尉。怎么回事？上尉开枪打了维拉了。打死了？不知道，双方都开枪了。他要是死了，亲王会立刻下命令派军队来追踪我们。不妙。他是谁？我叫马尔杰拉图。啊，是我的亲戚。他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在小店里喝茴香酒，我看情况不好，怕警察抓他，就一块儿带这儿来了。哦，应该给上尉请个医生看看，可这个时候到哪儿去找啊？你去把毛巾拿来，赶快给他敷上。你们找地方睡觉吧，明天晚上咱们必须离开这儿。嗯。亲王在等你。哦，你怎么受伤了？哦，跟我来吧。大人您好。啊，你来了。怎么受伤了？不严重，是兄弟会干的。是巴伦恰上尉开枪打了我。快去请外科医生来，我看该使用你的密探了。孤注一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行刺呢？因为我杀了三个革命党。医生，你要尽快把他的伤治好啊。伤口很浅，不要紧，放心吧。希望你的部下很快抓到这伙刺客。我已经踩到他们的脚印了，可惜的是没看清其他开枪的歹徒，他们从两面射击。这能是谁呢？是债主来要债了吧？从窗户看是他们，别开门。嗯。现在几点了？11点多钟了。啊，这不是他们。
亲爱的小宝贝，是潘的老爷，让他进来。出什么事了？啊，没有，没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得用多少时间整理东西啊？我走。我答应过你，给你买座剧院，还要还清你的债务。你找到银行家给你贷款了？银行家已经和我结为一体了。不能说得更明确些吗？没有时间了，今天晚上我来接你，不要带很多东西。你可以留下人看守这所房子。人走了还要房子？锁上门，别点灯，坐在屋里等我，哪一边去。嗯哼。听说兄弟会找到一个银行家，那个光叔不赢的帕纳似乎知道一些图德尔军队和教会藏宝的事儿，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不然我就会像狗似的给他们毁掉。Despre toate astea nu știi chiar nimic? Nu. Bine. 才能找到兄弟会的根和去向。有把握？能抓住吗？下命令吧，我能立即把他们全部抓来。好。大人他来了。让他进来。你先到车站等我，有线索了。我来找您。快说吧。你从哪儿来啊？从辽阔的世界。是军官吗？就算是吧。怪鸟，他们追踪你不是偶然的吧？当然了，有通缉令。那什么罪名？就算是为女人吧。那你为什么要在混战中帮助我们呢？摩洛有找我的，是他叫我来的。啊，是这样。当然。不好了，所有的关卡都封锁了，咱们怎么离开这儿？他们在到处找你，我们不能一块走了。他们还不怀疑我，你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平静了咱们再联系。不，咱们已经绑在一起，不能分开。摩洛有，你说史托洛老爷命在旦夕了？是的，赶不上给他送终了。我一想起那个饭库，那双毒蛇般的眼睛，夜里我觉都睡不着。我们赶快走，藏起来。哎，你怎么来了？有人告诉我，维莱拉已经下命令逮捕我。为什么？我想他们看见上次在你叔叔家，我和上尉跳过舞。有这回事，情况紧急，没有时间了。可能出门就碰上艘不对，怎么出去啊？你好啊，夫人，如果我没弄错，你是坐马车来的，对吧？你是谁？我叫马尔杰拉图。先生们，我估计的不会错，马车就停在外面了。站住！站住，把他们扣下。什么事儿啊？到哪去？看不出我们是回庄园。你们回来的太早了。这位夫人是在剧院演出的著名演员阿卡达，艺名叫菲勒梅勒。都一样，明天晚上来给你贵宾票。哦，可不能一个人来呀。这带人去啊。上车来跟我们一块儿喝吧。再没有比这酒更糟的。喝醉了，放他们走。啊，欢迎你们。晚上好，请进。啊，
请进吧。我们要三个房间，我和太太一间，其他两间招待我的客人。什么时候走？明天晚上走，多给马加点草料，外加大麦。那我给钱、啊。想吃点什么呢？先宰个小羊羔烤上吧。哎呀，可急了，待会儿大家一定有兴趣来赴你的酒席。哎，我还要带上点面包，送给我们那可怜的戒斋修道士。一定照办。把不住关卡，小心你脑袋。晚上有谁过关卡了？早班岗哨放过一辆给特卡内斯砖窑送水的车，一个卖衣服的商人有您放行的通行证，贵族可斯塔凯出卡去国外旅行，还有剧院演员阿卡达。威伯列认识那个1017的女人，说她和大人物有交情，不能扣。的确是阿卡达。他一个人吗？不，有帕纳老爷和他的朋友们，都醉得像滩泥。几个人？我没数，大概是五个人。这条路还通向别的地方吗？不，追。到磨坊旅店能找到他们。店主他们睡着了。那个家伙是谁？多么古怪的名字。啊，他和莫洛玉认识，流浪汉。他挺能干。有人放哨吗？用不着，我认识他们，他们不会错待咱们的。少说话，小心坏了事情。快来，在这过夜吗？是的，大人，他们走了，往那条路走了。抓住他们，把马还给我。快看，是他们吗？没错。我们提前几小时，不超过六小时，不算多。怎么办？我们必须分散。你跟莫洛友走右边去庄园，取出财宝藏起来，等平静之后再做安排，或者把它带在身上。你有住在偏僻地方的教父吗？在奥格拉奇有。上尉，你带他们去吧，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天黑以后再进村。斯图图认识这个人？对，我认识。明天晚上我和莫洛友带着财宝来找你们，就这么决定了。好吧。哦哦，不跟他们分开就好了。走不对要先到庄园呢。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庄园，要抓我们一定去莫伦格拉夫热闹的地方。哦，那就好。你是说我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了？是啊。发高烧了？我不知道，不该托付给范库。我不喜欢范库这个人，应该请个大夫照看他。怎么回事？我是说老主人的病很不好。哎，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不大会骑马。不说实话，你从哪儿偷来这种瓜子？不是偷的，我这辈子都离不了他。你们俩说什么呢？没什么。少尉，在这印印马吧。好吧。
真好。灵坛的大路太理想了，多亏阿卡塔把咱们带出来。那位教父可靠吗？可靠，他最有人缘，每逢节日他院子里就堆满了礼物，成箱的蜂蜜，成桶的好酒，他有80个教子，他可是个好人呢。要不行了，那家伙给我用了毒药，就这两天了。你快把神父给我找来，把我安葬了吧。来不及给您举行葬礼了。范库已经得到应得的下场，他死了。他想得到这笔钱，不仅害我，还威胁我。我叫你来，是要亲口告诉你一个秘密。多少年我一直保守这个秘密，注意听着。你寻花问柳，挥金如土，可是这笔钱是属于我们神圣的人民的。不怕他听见，他是忠实于我的，是我们两个把财宝运回来的。那会儿你还小，还记得去洛维士泰尔那条路怎么走嘛？记得。太好了。孩子，拿上这封信，你要亲手交给一个叫做黄玫瑰的，街头暗语消灭他。财宝埋在河底，莫洛友会告诉你。你起誓永远不准你在任何情况下动用这笔钱财。我起誓。您放心吧，您的心愿是神圣的，其他的事情您就不必牵挂了。听说有很多人都在打听这批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上帝和你同在，万能的主啊，我是多么想活到那会儿。过来，让我为你祝福。好了，去吧。你会看见河底被挖开，一大块石板被掀掉。你要一直下到底，会发现范库这家伙早被钉在门上了。机关只能用一次，没有别的陷阱了。不能再浪费时间，赶快出发。你要知道，那是我保存了一生的秘密所在。我不希望别人看见这个洞，拿到财宝后要把洞口填死再回来。记住，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给我点上蜡烛，这是我带走的唯一的东西，就这些了。
上尉，你的伤口还疼吗？疼得厉害，我还能挺得住。阿卡塔，你累了吗？你好像过过这生活，你想在后面留下足迹？什么意思？没什么，咱们往回走。对。为什么？走另一条路。去。奥格拉奇是在相反的方向啊，没必要再去那儿了。那去哪儿？跟我走。这上帝怜悯我那可怜的父亲。咱们走吧。啊，跟你告别了。往哪儿走？是这条路。去石灰窑。去那儿干什么？不是去奥格拉奇吗？我父亲在那儿还埋了些钱。哦，是这么回事。张卫，走这条路有两个小时就到帕纳家了。说得对。热得像地狱，真热！你说省着点水，我就一滴没喝啊！啊，你真好啊！那给你水，喝吧喝吧，管你够！啊，还有马呢，马会自己找水喝，只要人渴不着就行啊！你说的对呀、啊，为什么把那些连魔鬼都找不到的财宝通通挖出来带到这儿？我父亲没跟你说过这儿也有？没交代过。真的，这儿还有财宝？哎呀，你哪儿那么些问题啊？啊，你不要我说话，那好办，我把嘴闭上。在这儿吧。往深点，嗯。挖坟墓？
也许是。哼，财宝不是好东西，是祸根。积攒宝石的人都死了，藏宝的人也没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挖呀挖呀，一点好处见不到。你说的对，这药扎的真硬，等铲净了也该进地狱了，早晚都得进地狱。你怎么竟说这种话？哈哈，没什么，我是顺嘴说的。不像是有金子，也许藏的是珠宝。我听老爷说，每一颗珠子都能买好多地。是这样，是这样。你要那么多财宝干什么？干什么？过快活的生活。我听说好像是要买枪，把祖国变成穷人的乐园。一定会有乐园的。我想再喝口水。少爷，你要干什么？祷告吧，不能留下活口。他那少爷，你生来是黑心肝的人，将来已逝，你一点不像去世的老爷，上帝要惩罚你。处理他。好，真卑鄙！你父亲二十多年住在穷乡僻壤，秘密守护着这笔财宝，你却把它偷走，这是人民的财产，兄弟会不会饶恕你？快祷告吧！你们想处死我当然很容易，可是你们谁知道怎么从这走出去？罗伟石天阿又在哪儿？上尉，你知道白骨之路吧？没有向导就走不出去。莫若游知道，可是他死了，这就剩下了我。还有脸说？你救不了他的命，绝不能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叫，慢着，他说的对，这条路咱们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再怎么说也得把这个坏蛋吊死。你为什么要袒护他？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他手里，没有他领路，我们就走不出去。马尔杰拉托，你过来。我向你宣誓，我将为你们活着，不准出卖我们。老实说，上尉，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少废话，帕纳，你记住，别走在我们后面，不然叫你到上帝那儿去见你父亲。走吧。什么时候买的？昨天。他儿子在哪儿？少爷带着仆人莫洛尤先走了，后来又来了三个男的一个女的追他去了。去哪儿了？大人，你是什么人呢？不要怕，我们是你家少爷的好朋友，是来救他的。
少爷带走两个大皮包到石灰窑去了。石灰窑在哪儿？那边小山上，你看见黑乎乎的，就是有四年不烧窑了。我拿脑袋打赌他们走上了白骨之路。你的脑袋只配给稻草人插上。我去石灰窑，你带一个小分队赶快回去，换上新马赶到峡谷堵住他们，懂了吗？出发。有口咸水井，把水袋灌满了。有吃的吗？还有两袋面包。啊，省着点，不然该挨饿了。不用你管，你领我们抢先出谷口，还能脱险。这水人怎么能喝呢？水很凉，可以解渴。哦，啊，上尉，慢点。吃吧，往后就得绝食了。仁慈的上帝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你看什么？啊，看马蹄子，往后走的都是石头路了。把你的镜子给我吧，还挺好美呢。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看见带枪的男人还带块镜子。我是复活节那个礼拜天生的，凡是这天生的男人都随身带点女人的东西。传达命令，要抓活的。他们当中两个是兄弟会的头，逮住他们就能把兄弟会一网打尽。命令一会儿一变，他们会利用时机溜掉的。怎么命令就怎么传达，可以朝腿上开枪，但是不能打伤梅哥。什么梅哥？我们的作战。事就坏在他身上。听见了吗？听什么？马蹄声。等等，他们赶到了咱们的前边，说明他们要封住谷口。那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只有冲出去。就咱们五个？还拖着一个穿裙子的？穿裙子的救过你的命，还有别的小路吗？绝对没有，只能返回去。你疯了？
那是自取灭亡。运走这批东西是人民对我们的嘱托，我们不能返回去。怎么办？马伦西亚上尉，帕纳贵族，你们投降吧。司令官希望不流血接触战斗，你们带着一个女人，这对她太残酷了。你们听见了没有？自动出来吧！我们只要财宝和那个女人，我们可以不放一枪一炮，把你们包围在这个地方，让你们晒上一个星期。你们这些匪徒就得渴死，变成名副其实的白骨。赶快交出财宝！司令官答应放你们出去。一把不救，光嘴说不行，你亲自过来取吧。赶快派人请司令官到这儿来，我去叫他们的头当面交出财宝。跟我来。你就真的让他交出去？他会办好的，你就放心吧。东西全在这儿，让他来拿吧。巴伦西亚上尉在哪儿？他为什么不来？不跟你打交道。我来了，我是他们当中最没价值的人，你把我抓去也没用。东西在哪儿？在我身后，你过来拿吧，我一个人搬不动。我逮住他们了。兄弟会是讲信义的，你却不遵守诺言。我可不是兄弟会的成员，我是流浪汉，周游世界的骑士，跟你们比我可要高明得多。害怕了？上尉，你怎么能允许你派的人不讲信义？老实点，不然我就打死你。哼，你不要忘了，我不是一个人，你们的生命系在一根蜘蛛丝上，进退两难。你们要放了我，我会追踪你们。
你们要胆敢杀我，那情况就更糟，总之是逃不出去了。这由我们来决定，滚，不死就能逃出去。把马藏好，接着，不管他怎么样，我们算是闯过一关。啊，是下午了，太阳还没落。安娜，到罗维斯泰尔还有多远？那就看马的了。我们只能夜里走，白天大家尽量睡觉。吓破胆了、啊、面对死神我真吓坏了，我不能轻饶他们任何一个人。哦，你要杀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就亲自逼着你要抓活的。亲王大人命令要用严刑逼他们供出所有的同盟者，包括那个银行家和卖武器的人，懂了吗？懂了，那就眼看着他们像鸟似的飞出峡谷吗？你清楚，这是一条死路，从来没人能逃出去。是的，可怎么能抓住活的呢？他们最多有3天的水，那些人里也有软骨头，会来祈求赦免的。看我的命令，专打他们的马和水袋，我要叫他们活受罪，我一定要逮住他们。我渴了。快给我也来点，我的嗓子疼。你不喝吗？啊，不喝。给我还有几袋水了。5袋。可不能忘了马，没他们咱们就完了。你能在夜里驾驭马吗？啊，还可以啊，马会驮着我们走，关键是别让他们掉。他们没走，我不打算在夜里进攻，他们那边黑，我们乱放枪会打死他们的。那这么说就由着他们睡安稳觉。是的。贴着岩石单行走，别掉队，检查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马蹄子都缠好了。他们带路，走走走，跟上他。害怕了吗？从来没怕过，害怕的是你。我来殿后，不管是他们走在我们前边还是落在后面了，我都能听见。我的耳朵尖，眼睛也管用。讲讲你被锁在大车里的事儿吧。사람은 아까 더 된가 우선 해 뭐예요. 딱 그래. 하이. 我来放哨吧。
给我点水洗洗。得留着印码，不能给。你从来分不清该跟谁要东西。给，这是我的水，我都变成骆驼了。你怕山上那伙人吗？什么意思？亲爱的上尉，你的伤口化脓了，你在发烧。我可不想现在就去见上帝。马尔基拉托，快过来。你快看看。拿去，把它烧一下。烧好了。上尉，咬牙挺住。你想想，有朝一日我不明白。真不明白。嗯，我有很多很多钱，又是在维也纳给我买剧院。花钱我从来不吝惜，可惜永远办不到。你对他们宣过誓，把大家从这儿领出去。先是有的受约束，有的就不一定。你不要命了，他们很厉害。啊，司徒组好对付，那个亡命徒绝不是好东西，敢伤天害理的是他，准保是内行。什么意思？他跟着干什么？你想想，你跟我们在一起啊。他们为理想而战，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守护着财宝，想为兄弟会买武器。兄弟会？那是扯淡，谁知道他们为了什么？你敢这么说？你父亲多少年来保守着这个秘密，而你……教父，我受不了了，他们夜里活动，白天你又不准我动手。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抓住，可是不能蛮干。我要他们的珠宝，我要他们说出兄弟会的全部秘密。那至少干掉他们的马。干吧。给我枪。快把水带卸下来。那我们喝什么？你知道附近一带有泉水吗？白骨之路上没有一滴水，那怎么办？我们就忍耐点吧，要尽量节约水。还剩下三担，得留给马。这帮家伙是草包，我来干掉他们。别乱开枪，我们要注意节省子弹。今天晚上能捡到死马的鞍子和雇佣兵的子弹。
那是什么？象征我们的末日，还是投降吧。再说一句我就打死你，我们先到谷口就能活命。发现什么了？这有几桶火药。喂，过来吧。他们完蛋了，没有水了，山上只有蓟草，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向我求饶的。啊，昨天夜里他们把破风车偷走了。哦，那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吗？他们走上了白骨之路，就是自掘坟墓，自投罗网，用不了几天了。还要我等吗？你现在就带上人出发吧，赶到峡谷口，捧上一束鲜花欢迎他们。出发吧。是，教父。喂，前蹄上马。什么怪物？是怪物就没什么可怪的了。你的名字太怪了，马尔杰拉图。名字嘛，叫什么都行啊。为个女人相好坐过牢？不光彩吗？你很放荡。以前或许是，可现在上了年纪了。完全正确，可你也不能给我打保票。怎么想出卖我弄笔钱？去你的，我靠自己挣饭吃，可眼下没吃没喝。你还抱怨你并不苦，有人照顾你。什么意思？没什么，直说吧。转告你那个贵族别在夜里偷水，他再来偷我就当疯狗打。要不是后面有追兵，我早就对他不客气。哦，瞧你眼睛红的，一夜没合眼。睡觉嘛，当然睡，不过像马那样站着睡。是啊，人生在世必须很警觉，要想睡大觉到天国去睡。目前怎么混到这里的？嗯，很简单，我路过省城，想喝杯茴香酒，谁知道给牵扯到这种麻烦事情里来了。哦，你不是兄弟会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你干嘛给他们卖力？我时运不济，在奥地利被抓去当兵，为那些当官的干了5年肮脏勾当。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那个虎口，到了边境上碰上一些俄国人，他们硬是要把我关进监狱，好歹算是蒙混过去了。那曾想又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到了卡拉奇。我偷马贩卖，在多瑙河上走私粮食，在贝尔格莱德被土耳其人给抓住了，
打得昏死过去，醒过来却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地牢里。我过过好日子，当过巴沙，那是在罗德斯岛拍拍巴掌，奴隶们就蜂拥而来。至于女人嘛，不在话下。吹牛吧，现在说这些当然没用了，两天以后或许我就做肥料了。哎，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据我所知，你是演戏的。是的。我是听说的。那是种什么生活呀？混口饭吃。有父母吗？有过。我父亲是赌棍酒鬼，以前是个富商。他有两个货栈，当年许多船长都跟他借钱，哼，高利贷。他玩女人，总是很长时间不回家。我干嘛对你讲这些？镇静剂一旦不能满足心愿，就回顾往事。妈妈整天哭，已经死了，就像蜡烛无声无息地熄灭了。爸爸也死了，我成了孤儿。一个叔叔把我领去抚养，不到十二岁就被他奸污了。我想投多瑙河自杀，流浪艺人救了我并教我演唱，以后我就爱上了一个老艺人。这就是生活，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我喜欢。那么帕纳呢？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人人都羡慕我，认为我服装华丽，妖媚迷人，过得快活。可没人窥探我的灵魂，我灵魂的枯朽。你盯着我看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你别自信，我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名花早已有主。你很遗憾。咬住咱们了，多亏水袋放在车上。晚上宰匹马够吃两顿，可能你不喜欢马，总比吃人肉强。还剩几匹马？你数吧，不多了。有没有他们，反正一样。全部前进！快到出口了！上尉先生，马没吃没喝，走不动了，就在这儿宿营吧。怎么停下了？就地休息。该谁站岗了？我。睡会儿就忘了饿了。司徒组，那一天办的水你要切实负责看管好，专门留着印马的。我给大家攒了一瓶，这就是贵族，很脆弱，经受不住了，上尉看见会打死你。还不睡，寂寞了？蟋蟀叫得我睡不着。今年要旱，我本该寻欢作乐，哼，干了这件傻事。谁不让你走了？都怪你，不祥之鸟。可我迟早要回去的。潇洒的公子哥陪着我，名艺人到处游逛，他们送给我你从来没见过的戒指。
我们的那些珠宝，不是瞧不起你，像你这样的吹牛大王连做梦都没见过。没见过？你真的不想看看？不属于我的，不动心。你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不懂，我不是全都告诉你了吗？我母亲说我生来是自讨苦吃。上尉，搜捕队严阵以待。我们注定要变成白骨了。死不了，他们要抓活的。巴鲁奇亚上尉，快投降吧！赶快放下你们的枪，你们永远也逃不出去了。我们要把你们活活的晒死。你想找死啊？叫皮带能减轻口渴。给你湿毛巾。你妇女她比我弱。那你们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他们堵住了谷口，我们连根针都拿不动了。别急，上帝会拯救你这失望的灵魂。那个司令官心毒手辣，不会轻易饶了我们的。他们人多，装备好，我们完了。司徒佐气馁了。风，感觉到了吗？有一股清风。潘娜，告诉我谷口前边有树林吗？就算有树林又怎么样？何况我忘了。你在听什么？有马来了。开玩笑。你们仔细观察，风从树林吹过来，空气比以前清爽了。风？我没觉得。我会闻树林子的味儿。哪有什么树林子味儿？从远处飘来了棕树的清香。纯粹胡说。没有啊，你发高烧吧？我跟你说过，在深山密林里我转了半生了，从很远就能区别蘑菇和苔藓的味儿。我最拿手的还是辨别风向，关在地牢里也知道是什么风。天亮就到谷口了。枪，有，看一看部下是不是都在岗位上。要提防，他们会像疯狗似的扑上来。既然这样，我就开枪打。抓活的尽可能不打死，最少抓住两个活的，巴伦奇亚和女的，懂了吗？
等一下。你们死定了，还是赶快给我投降吧。我们司令官答应保证不杀害你们，你们拖着一个女人，难道你一点也不可怜她吗？路被封住了，放她出来，我们不开枪。愿意走就走吧，听见了，他们不开枪。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他呢？我们可能死在这里，咱们争取一两个人活着出去，到舒尔茨军牧场把财宝交给来的信使。他叫黄玫瑰，把你父亲那封信给我。你知道谁是黄玫瑰吗？都过来宣誓。我宣誓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我宣誓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我宣誓保守秘密。我宣誓保守秘密。背叛誓言，天诛地灭。背叛誓言，天诛地灭。会有人逃出去的，帕纳，你要把你父亲告诉你的街头暗语当着大家说清楚。那些来取财宝的人必须先说一句，消灭他。记住，咱们要齐心合力。你到前面去，咱们分两批走。请司令官来。
这是上帝的安排，我早料到你会死的。伊弗利姆，赶快回去报告，多带一些人，我要亲自抓住他们。上尉说我们应该去哪儿？舒尔茨锯木厂。见鬼，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不是不熟悉这一带吗？是上尉临死前告诉你的？一个踏遍天涯海角的人无所不知。那怎么走啊？下面有一条叫无望水的河。没有希望。是这样。这名字不好。没什么，这是指的在那儿住着那么一伙杀人抢劫不可救药的人。这儿真美呀，到那洗个澡，衣服都沾身上了。别过早的高兴。怎么？不怎么，锯木厂是在山上，靠近边境。我真想看看信使是什么长相。往往看外貌是一表人才，可能那个人是很狡猾的。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那怎么知道？生活嘛，我周游世界，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你在听什么呢？最好把尾巴甩掉，咱们别勾心斗角了。司令官死了教子，无论如何不会善罢甘休的。这儿只有一条路，有个地方可以过夜，快走吧。客人了，伊拉里昂不在吗？他放牛去了。啊，马哈里耶，弄点吃的，我们饿了。索菲罗尼，快弄点吃的来。给你。玉米粥加牛奶真香，山珍海味没得好吃啊。这是我想起我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就知道攒钱，去为别人做守财奴。传说埋在地下的财宝夜里会发光，那是为财宝丧生的灵魂聚集在一起燃烧发光。这是真的。从秃顿起到现在，死了多少人了？我父亲那么忠厚的人，运送财宝回他领地的路上还杀死了三个人呢，连我都不知道他把金银财宝埋在什么地方。范库为劫走财宝丢了命，我也把莫洛尤老头送进了天堂。放好里说他是个小偷。你以为就他一个人是小偷吗？我在想，就拿死在咱们身边的人来说吧，真是志同道合，真心实意把财宝交给信使。咱们就那么相信那个叫黄玫瑰的能把财宝交给银行家，他就不会见钱眼开独吞了，你说呢？是啊。阿卡塔，你呢？我说咱们就地把它分了吧，反正我父亲的信和上尉一起消失了。说下去，咱们要是再像呆鸟似的呆下去，就得渴死、饿死，被搜捕队开枪打死。可万能的主让我们活着享乐。我不隐瞒，我不止一次的想把财宝偷走。我父亲为兄弟会做的够多的了，可是我要赌钱追求女人。我答应过他，给他在维也纳买座剧院，
我说话算话。你考虑得很周到，可你对上尉发的誓还算不算数呢？上尉已经死了，誓约就解除了，不算了。咱们三个人把他平分了，就各奔东西。啊，决定了。我想起那些死去的人多可悲呀、啊，活着的就该享受快乐的生活。太对了。容我想一想吧，也长来得及。财宝谁就死。阿拉，你一向心术不良，你的行为就等于你亲手杀了你自己的父亲。祷告吧，饶了我，饶了我，我一辈子忠于你，做奴仆。咱们走吧。弗里奇，接待客人啊，马尔杰拉托。现在几点了？下午五点。啊，带着什么这么重啊？给别人烧的邮包和捐给前边教堂的用品。带着女人，你结婚了？也许吧，命该如此，没费什么事儿就碰上了。上帝为你赐福，祝你一切如意。你是从远道来累成这个样子？走了一个星期。麻烦你给我们烧烧澡堂子吧，让我们把浑身的泥土好好洗一洗。包你满意，我知道你从来不吝啬，我亲自动手给你做顿丰盛的晚餐，面包、熏猪肉，外加烤鸭子。看样子你饿坏了吧？这儿还有别人吗？今晚没有，明早有批客人到这儿来举行婚礼，我帮你把油吧。不用了，你还是快点去烧澡堂子吧，我自己来。你忙你的吧。那也好。你看什么呢？没什么，这儿没码头。是的，乘木筏可以到特兰斯瓦尼亚，那儿接收木牌。这儿很好，我不想离开这儿。
那个人他几时来呀？谁？就那个黄玫瑰。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等他，他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你有那封信？当然。不喝酒，不喝烈酒，这种可以少喝点。嗯哼。邮包放外面，没有人偷。这是帝国的邮包，可不能儿戏呀。那好吧，就当我不知道，没看见。晚餐满意吧？嗯，宫廷的宴席不如你的晚餐。谢谢你。能得到你这样漂亮女人的夸奖，胜似得千金呢。现在我该睡觉去了，你们也睡个甜蜜觉吧。咱们说好了，将来孩子受洗礼命名那天可别忘了叫我。我去给你们办酒席。你不像你说的那么老。什么意思？没听说他是风流人物吗？嗯，他想要找爱人啦。嗯，没听说那男的是要不得的人吗？我应该报答他。迟了，让这个女的溜了，我要亲手抓住那个男的。你领着小分队赶到渡口，要是那个女的没到，就在河里截住她。她是我的坐探，我看错人了，赶快去。
是黄玫瑰，消灭他。